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赛车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计时赛的比赛现场。根据规则，计时赛的比赛赛道将从此前选定的赛道池中抽取一张。本周的赛道池中包含云游天府、花落下海、长城、反向十一城四张赛道。下面有请裁判为我们带来抽签地图。本场计时赛环节抽到的地图是反向十一城。本场计时赛的获胜者将获得 BO3 首局比赛的首图选择权。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交还给解说席。这个不管怎么说啊，我们已经说过了，只有两张图，一个是长城，一个是其他赛道啊。现在是其他赛道就可以。这次已经抽到了其他赛道了。云游天府是吗？还是反向十一城？这个看没看太清，而今天没有现场观众，我们也没有听清梁胜在说什么，看一会儿打什么吧。哦，反向十一城可以啊。那对于反向十一城这张图的话，大家的用车，应该会序列未来，序列未来欧亚了。对，哎呀，对于非长城赛道，选手们会不会？真的在场下一直验长城，然后会出现些许的不适应。感觉反十一，对吧？很少在赛场当中再有选手拿出序列未来了。因为之前在春季赛的时候啊，都会使用到奥迪纳。在亚洲杯的版本当中，序列未来肯定是反向十一城的一个最优解。哎，小策打了个哈欠。先放松一下，对，说明现在的状态还是比较放松的。而阿生也说了，其实这亚洲杯啊，它整体的这个心态稳定性会有一些波动，这个波动也可能会导致在某一大局的比赛当中出现一些发挥差异较大是这样的情况出现。主要就是这个反向十一城两个人到底还熟不熟？熟肯定是熟，但即使挑战赛大家肯定不会说把精力放在这个上面。尽可能的大家都是多验实战的。取点起步，双侧过后，两个人从起步上面来说的话，阿生会更快一些。这路线萧瑟就有点歪了，而且出完脱漂呢，这局比赛对于他来说很难再超过阿生了。对，但是这张图还很长啊，开局才十几秒，只能说如果说保守了，哪怕阿生出现了失误啊，这一局的成绩啊出现了吧。这一局的成绩也都是第二次挑战比较好突破的了，对，因为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反向十一城这张图主要确实太长了，正反十一应该是现在我们亚洲杯地图库里面最长的，没有之一了。开翼，萧瑟这个开翼的节奏很好，看一下。前面这里能不能延上？安全55秒1，55秒5，对，0.4的差距，快出能延，可以。阿生这边细节处理还是很到位的，但萧瑟这边逐渐追上来了。这次要注意在。哎呀，单喷啊，阿生！是一个单喷，又接一个脱漂，萧瑟已经实现了反超。萧瑟这边稍微求稳一下，因为这一次本来也快不了，就看求稳能够跑出一个怎样的成绩，然后等到最后宣布结果的时候看一下阿生的状态。不过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其实萧瑟现在还是要快很多的。是的，0.4的差距，这个
终点线前也不会变了，就这0.4了。是，你看这个手，这个手一点儿不抖。1分47秒95，这成绩不慢。萧瑟这名选手真的也是，不管说是我们联赛也好，还是我们亚洲杯也好，今年收获的一份礼物。Yes。但对于萧瑟来说，他在这届亚洲杯当中的预选赛打得就很好。来到正赛之后，可能大家对于他的这个表现，对吧，会不会进不来，也是会在有一个预测。对。哦，确实，好像我们这周赛前评论席也预测了一下，萧瑟会在混战积分赛结束以后，他的排名落位最终是第几位？这样的话第八，应该猜错了。我选的是8到10名，厉害。就有机会，我选的5到7啊。哎，这周预测全跪了呀，好难受啊。你是懂比赛的，没关系的。6-6-6，你是懂安慰的。来了，看一下这一轮比赛。就是第二次挑战。看萧瑟这边的速度是要比阿生更快的，但阿生，我发现他刚才那个弯道，因为他反向十一城也不是这场战第一次跑了嘛，他前面的细节确实很到位，但是他刚才那个弯道就经常会出现失误，对，尤其是这个连环弯，他失误率是比较高的。不过萧瑟这一把在前段的完成比阿生还要更快，阿生这边出弯速度路整体的过弯速度都跟上来了，两个人现在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是的，这个，一起甩，一起出，一起开翼，一起飘。哇，这个完感觉应该是0.1以内啊，这个时间54秒，0.02，哇，歪了阿生，那阿生没了，没了，肯定没了，这47.9都跑不到了，因为在高速下那一波提速太伤了。这边萧瑟也出现一个脱漂，但这个脱漂真的影响不大，无伤大雅，第一局够快就可以了。是的，他这个操作啊，我觉得从操作模式操作逻辑上来说，大家其实可供学习的地方是有很多的。他的键位不大，但是他点的确实很准，整个手的手很稳啊，动的幅度很小，手很稳。这一个单喷，但是毫无影响啊，毫无影响，还是0.6的差距，不会有任何的变化了。0.6 0.7 0.8，啊，最后外掉也没有关系了。1分47秒57，后面阿生跟了一个1分48秒36。那两次挑战结束以后，萧瑟的两次完成时间都是要比阿生更快的，可以恭喜萧瑟获得计时挑战赛的胜利。是的，拥有第一大局首图的选择权，状态不错。这应该是萧瑟第一次打即时挑战赛吧？在亚洲杯吗？联赛他也没打过，联赛是鸵鸟打的。是的，联赛的话一号位就只有敏敏和阿诺打过，然后对，来到亚洲杯以后就只有之前冒泡的打过，然后冒泡之前没有他，他是直接进到正赛的。不过萧瑟的这个加赛次数确实很多啊，而且 solo 局也很多。是的，所以对于他来说，他比较擅长于这样的 solo 局，而且他在选择首图上面，我觉得应该还会是像秋之物语这样的赛道。他不能说是